继续来看昨发生伫个台南的死亡车祸，一个大不倒的太太驶修理车倒弯，弄到一对正在过大路的母仔囝。三岁仔囝伤到头壳，救无倒来，亡身了。啊，38岁妈妈卡伫个车卡，胸卡嘛骨盘甲肩胛骨拢弄断去，目前也伫个嘉禾病房咧救治，真无简单。人总算已经来清醒，小女童的爸爸也唔敢甲太太讲仔囝已经亡身的消息。这个爸爸是真伤心，讲政府才拄拄啊来修法，甲母娘行人生行的罚款来提悬，结果伊母囝今日的斑马线都随风弄假，一个死，一个重伤。讲受这个罚，如今伊看起来是真靠势。伊讲，伊一定要帮查囝讨公道。大早一个三岁查某囡仔性命，台南的这个路口透早就民众提火来放伫涂骹，还佫有佚佗物啊、甲布鞋啊来悼念这个未富大汉的小天才。很难过，很难过。对，柯宇轩买花布鞋过来这里。送小妹妹，对，家里附近这样子，然后又发生死亡车祸，对啊，住在附近的当然会恐慌。昨发生这件死亡车祸，肇事是一个有心的负责人，可能是因为有死角赛车倒下来时，去弄到斑马线，要过车了一对母仔囝。大人重伤，遗憾的是一个三岁查某囝无救。初步的伤严重是车祸造成头壳、胸坎拢有伤到，尤其是头壳出血。一家伙三人因为一场的车祸，家庭破碎。囡仔老爸面对这款的不幸，真正无多承受这款的打击。这真正足惨啦，完全是没有刹车啦。伊毋是弄到，伊是在头前链勾过，后壁链。车搁交过，搁把裤转来，阮子阮某卡伫车内底。囡仔老母要伫病院治疗，真无简单才精神。严过即个做老爸，也唔敢甲讲，查某囝已经过身啊。问我讲，啊，阮早囝有较好无？我个会甲病讲，阮早囝伫别个病院，好好啊，无安怎？囡仔老爸讲要替某囝讨回公道，伊讲明明政府提倡讲爱让过路人才会受罚，啊，即马太太甲查某囝。比如讲，一死一重伤，伊未当接受。伊今日早有敲我，伊讲伊人嘛搁伫病院，伊伫遐讲，医生来这个要陪我，要阿陪。又搁出现过路人的地方，好一个家庭伫母亲节进前破碎，亡生的小生命换不回，家属都希望讲会使讨回一个正义甲公道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